很荣幸为大家介绍 Sony 3D Barbie 啊。那我们今年为各位推出了40寸到60寸全系列，那大家看到的是60寸哦。那 Sony 3D Barbie 啊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它具有了最新的 Motion Flow Pro， 我们的 Motion Flow 再进化。而且针对 3D 你戴上眼镜的时候可能变暗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增加了 LED 背光增幅技术，让你每一个眼睛看到的画面都非常的明亮。当然最重要的基础是 Barbie Engine 3， 它的强大的运算让你的 2D 画质非常好以外，也可以转化到 3D 的画质。另外我们设计了非常宽广而且稳定的 3D 讯号，让你全家大小都可以同的。那另外我们的 3D 眼镜其实设计的非常的舒适，我们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哦，所以你可以避免掉不必要的光源。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全系列都搭载黑彩液晶最新的设计哦。那同时我们的节能环保当然不用讲，比起电浆电视大概用电量只到三分之一，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好产品今天能够带动一个 3D 的生活。好，谢谢。